大家好，我叫 Eric， 我而家同你哋介紹墨爾本喺 Carlton 嘅一個新嘅 project。呢個 project 係得到政府資助嘅，佢嘅名叫 Encompass。呢個項目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咧，就係兩房帶一個車位只需要50多萬，均價只需要8000多蚊。我而家就帶你哋先睇下樣品間先。而家呢個項目已經開工，而家已經做到咗樓面嘅第一層。預計咧喺2023年嘅中旬可以完工。呢棟樓咧總共有9層，頂層係私家會所，並且備有係户外嘅 barbecue 台、乒乓波台同埋家庭影院等嘅設施。樓價方面咧係非常之吸引嘅，一房帶車位咧就只需要42萬5千起，兩房帶車位咧就係58萬。喺租金方面，一房嘅一個禮拜嘅租金咧，就大約係430蚊至到450蚊澳紙。兩房一位嗰啲咧，而家一個禮拜係530蚊至到600蚊澳紙一週嘅。咁如果係兩房兩位嘅單位咧，係高達700蚊一週。喺目前租金快速增長嘅時候咧，未來嘅租金收入更加可觀。Carlton 係成個墨爾本平均學歷最高嘅，佢緊鄰 CBD， 係後生仔非常中意居住嘅地方。最東邊咧有最出名嘅意大利風情街 Lygon Street， 樓下就有入 CBD 嘅電車，生活非常便利。而家呢個樓盤已經賣咗70%，開發商最近咧就提供咗一系列嘅優惠活動促銷，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盡快同我哋聯絡。